我是小文。 OK， 今天呢又是来到了星期五，也就是我的 off day。 OK， 由于我的日常用品有一些用完了，所以我是一定要出去买，因为平时我 off day 真的是宁愿待在家里，因为我也是蛮懒惰要出门的，但今天是一定要出去，所以话不多说，现在我就要出去现在小文已经到家啦。 OK， 今天的 vlog 就到此为止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 like share， 还有记得 subscribe 我。 OK， 就这样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